谁也别拦，拦也拦不住。胖嫂，你为什么非要走啊？虎子呀，你说嫂子还哪有脸在这待着了呀？当着全团弟兄的面，俺这脸都丢尽了呀。不是，谁说你丢脸了？俺自己说的。你说好心好意把个事儿给办差了，俺真不是故意的呀。嫂子，你没错。行了，都别管了呀。俺看明白了，这男人的心呐，撒了也就收不回来了。你说他还这么犟，俺不就想帮帮他吗？还帮了个倒忙，你说俺咋那么没用呢？俺就是个累赘。不是的，胖嫂，胖嫂，你别走行吗？他这一鞭子给俺抽醒了，俺得走。走吧，就到这儿。走谁也没用，俺走定了。嫂子，不是。二狗啊，你听嫂子说，来团里这些日子，能有弟兄们这样对俺，俺这心里可得劲儿。你说火这么大，哪有人这么抬举过俺呀？俺当家的骂俺、抽俺，那对俺也算不错了。说俺走吧，走吧，你别看啥，嫂子，胖嫂。大老刘，俺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俺想好了，回老家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一会儿等团长醒了之后再说这事。他醒了还走得了吗？大老刘啊，你是好人，放俺走啊！俺回老家伺候他娘去。你是回团长家呀？俺生是他赵家的人，死是他老赵家的鬼。胡子，去，去当院把那公鸡给嫂子抱来，俺得给他抱回去。胖嫂，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俺想好了，不考虑。那好吧，胖嫂，那这钱你拿着，路上当盘缠用。二狗，你送胖嫂回去。送没问题，要是团长怪罪，团长怪罪再来找我。不用，俺能磨来就能磨回去。周二狗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